歌手李泉触电了。近日，李泉参演由张元执导的微电影《老板我爱你》，但是在拍摄现场，大家更关注的却是他与歌手黄龄的感情话题。好的，就是更多人关注我们就是优秀歌手的状况，生活也好，音乐也好，觉得挺好。我觉得每个人都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嘛，